弄啥来今儿？哎，蒸弄焖面呢，蒸面卤面条的。那里是啥呀？哎，说龙头，他拿龙鼻了，俺俩院拿过。放起来用。哎呀，痛！哎呀，小刚刷刷。不是马路哪里那只有五度水。啊？银行？这长的还短的？长短的嘛。该丢成桌。丢在桌，该丢丢。咱桌子。你这地下了，看看多好呢。是吧？咦，这地是啥人买？五十人买，我就找不着。你看在这老了，爸爸老了呀，怎么这了？是不是？带的有啥？啊，那些都熊掌，是老掌。老掌。那不都中啊？你看，哎，不都不中啊？老了也得都啊，这哪也可着弄那个。也不要那么多，明明不跑气儿，再跑气儿老熏的慌。你看到这儿了，他都鸡我拿个喝了可轻，可好的都了该。我说这种米啊，皮儿包着，毛围着，剥开一个大家伙那儿。那是米糊子。你说红。那是啥呀？给了个吃的，不能搁肉地儿呀，是不是？下午刮肉香，刮肉皮的又少。我上个炸出来，甭过甭过哈，要点做出来，谁得着？真的，不退啊！那不敢，那不敢，那不敢。来，给我。老给我吧，给。你要来，你要来，老师，我跟他说，老给我听听。你要来，不要。太急了，你话可直。你话给我说不行。人我说的都不会做饭呀，哥。下目着鱼不是国风六足盘口，做的是盘口。你看你做多好，俺那俺都好不了，尝出来。哎呀，哎呀，一天到跟那不一样。都过来，过来呀！我光吃豆角吃过，嫌他不是老吃盐，你炒炒他不咸。吃了了，煮了给他盐了，给他塞盐到那豆角都咸了，好吃了。说说还轻，那都不是轻了。干了，我这，是吧？小坏江上。今天有那个葱。你管谁呢？想吃不是？想吃大腿肉了？想吃脚下的猪蹄儿了？菜籽又搁里头。这肉可了了，炒那个姜、蒜、葱花，爷爷。我能长眼呐，长眼你看吧，长眼。正法，哎，多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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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你这无聊的呢，开始。再到这儿。上蒙眼去啊！好。来搓吧，来搓吧，来。豆角。豆角。哎，三套豆角，三套豆角。卖点。没事，俺家不成熟。有点水，这冰水吧还干的。这回他长错，下回就能看看啊，孩子。说啊，水矿，哎，都了，你放了油了，我尝了。哎，我都倒了，能给我倒了油吗？倒他手，倒那面条。不是，面条割掉，倒点油，一尝啊，就错了。面条不大，哎，都这都，可热了，看。你干嘛干干弄着来？不要脚，你不给我打把手抓，我都干。别吃。爷，你给我打把手啊！这药人都会装。爷，啥包啥吧。哎，都是包
哎，不是，这不这快呀，是不是？好，别转圈都弄了。他好。那个前边往北木啊，啥木？要不你说弄你把你站这儿，人家还得取水呀。那你们说那多少呀？水少烧啊？不烧啊？这老烧，干净。我弱势的话，你头上啥管理？六十分钟。开饭了，赶紧拿过来。我倒过，你咽下先钱，整着整着往那整着沉死了。还不倒过扣一些？不中，光咸。肉掉了。老吃肉。大肉开子，也好吃肉，不下的先吃。嗯。中了中了中了，咦，中车肉了！哎，自行车，俺摆自行车了。啊，他转去了，转去了。别饿了。啊，买完了。来，快吃撑。想说你那几块肉试试你吃吧，我不吃。你不要开气。吃吧。家里有人了，该端上端。嗯。把烧撑来吧。撑吧，你再不能搁那肉煮着。我觉得半个煤火炭。啊，哥说的这点肉给搁煤火炭上了。啥肉啊？到这下面还得翻个煤火炭。谁得翻呀？肉多。嗯，肉多。嗯。肉开就好了。好。人香不色呀。嗯。我监视住你，你得倒肉。我肯定倒肉啊。那别了。别进城去，你不着啊？咱什么不是啊？手机老热，不来。现在你领导接过来，先下沉。喂。啊，烧死我！哎，咪咪，吃点肉吧。毛必须得肉。咪咪咪咪。你个臭。牛里头。小一个人又更牛了。喵喵喵，开了，跟我里边。我那个，我盆儿收着了，吃了。你我回我下。哎。中啊，你面上不赖呀，蒸的可好啊，该是不是有点干了呀？嗯，中中也不老干，中炸肉可得呀。腌多，你腌菜我吃多了，我就是。看着肉块多点说。嗯嗯。嗯你不用那水呀，不行。成了。成贼娃，只要吃贼娃。软和哈。那也不能搁蛋汤了，这关里只要有贼娃一吃，是吧？你还能吃点？来来来。那还能干了？这不怪你呀。你不让走，站着滚滚都可好。啊，这滚滚。慢慢慢慢慢慢。该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谢啥谢？不用。反正跟你撑那儿吧。你收拾收拾。不敢去，你让我娘出来请客吃饭。就完了。你弄不？他弄哪份？那那那，他跟着吃。慢慢都开始买手机了。嗯，不是慢慢。你是说了，接着手机给我吧，要给他。没有啊，我晚上吧，跟我吃饭。啥呀？椅子弄哪个？咦，我这字儿了。这刚说，都要震色了，我也吃过来给你扇跑我。呀，老实呀。有没？嗯，吃点面行，好。嗯，吃了不得。好吃，它筋筋拽拽的。是不是？我说的，爷爷老做的，吃完做我烧了，鸡爪子。那啥问题？光吃肉呗。哎，有时间可以。哈哈哈哈哈！没关系，没弄那。弄弄弄快点。弄了弄了，快了。你这还老面吃。来，马根葱。你怎么这样对？老坚持的，你看，我嘴也都算一岁。我本来年年都用我二的呗，你不知道。做家老淘气。就刚明儿也进来。上班咱也去吧。他又不给人家批钱，他这人他要不严重我哪个？中午也咱放点大排练。啊，中不中啊？中。干咱去吧。我们天天吃，我天天也跟人家那。他管咱饭，我管。你说咱要为食材讲，咱讲个哪儿？这样个的。不吃面条了，就让我你看看，那肉好吃。弄个冰袋儿。我真搞，顶不住你这样吃。
太值了，你太值了。奶奶，我没了，再有再吧。是吧？还妈一兜不够，我一点我压实了，今还不够。幸亏了，就这才一兜面条，这样的面条，也就这一兜面条，还是没有这斤。我就十来斤都够了。那家那个人多菜，你就拿点往里放。你看你还一会儿我跟你一样，乱买在上了，一出出就换。好，谁接的？这谁接的？来，小孩，瞧刮了，该掠一根木子了，该摔。你们哪一口？啊，七里瓜，你七里瓜就多。嗯。没见呀？见没见呗？见，可怜。蹲着。是吧？找木子，找木子。看见。嗯。你撒你。你看看，哎。战斗忙也结束了，接下来就剩碗。俺爷我整了一碗山药呀，我实在吃不下，就弄一碗。少长点糖。嗯。嗯。真不赖。嗯。嗯。这瓜皮。哎，吃点好了，挂了。